Ya, Sanger. Coge la mesa. A ver. Claro que es síndrome. Claro. Ya, mind. Claro. Tiene que ver. Ley, ley, no. Perdón. O sea, la forma de la gente es la fuerza. Soy fuerza. Soy fuerza. Tiene que ver. Tiene que ver. Ya, no. Tiene que ver. Tiene que ver. Tiene que ver. Hello, my class. 我一直在这边用class。 Hello, my class. 然后再下面一个说重载一个函数，什么按按下去，对不对？重载一下，下回首先第一个给它阈值，我们给它做一个类似的赋值，然后我们先用赋值这个，记住了。OK。然后我们定的什么，下回的name等于true，然后完了再定一个函数，第二个。 假如叫 print， 可以吗 ？OK， print 这叫 print， 啊 print 叫 print name 好吧 ？OK， 那给它一些属性信息 ，print 什么 ？data， 还有什么？ self 的 data， self 的 data 以及 self 的 name 什么这个对吗？ 哪儿啊？啊，这一个 ，OK， 三十一啊，哇 ，OK， 得到执行权限，加 X， 就刚才用的。那现在能够再入这个模块，但它这个模块内部没有任何可直接执行算法，发现了吗？那我们要想再入这个模块。 就在这其他程序文件中使用了，对不对？那如果能够保证这个模块能够被找到吗？我先看在这一句中如何能够带入。那现在 import my mode， no mode name 的 my mode 找到，那怎么办？但是你可以直接改这点 tag 就可以了，直接去改这点 tag， 那怎么改呢 ？sys 点 tag 不是有 append 吗 ？append 什么 ？cmd。 27下的 line，OK， 那再 print this text， 它现在提供内容了，然后 import my mode， 能听吗？ my mode 点三个属性 my class x 点 x， 是不是30？可以直接调用了。那 print info， print info， 这是函数，所以我们要加什么？ 或者不用时，30加30，这个能听吗？那类怎么用啊？类要先实例化的，对吗 ？OK， instance in 打个什么 ？my mode 点 OK， my class， 先做出实例。但是大家知道这里的 int 需要先是个参数，对不对？给它什么参数点 ？sum， 这不就 OK 了吗 ？int 一点发现有 data， 有 name， 有 print， 现在是不是都可以用啊？好 ，data， 还有 my class， 那 name。 好，能听吗？那 print name 这些，这是函数，对不对？要看函数表，好，我们看，好，能听吗？这个时候模块，看自己设计的模块，但你们发现这个模块如果我自己写错了，代码写错了怎么办？可能某些地方代码写错了，我想做一下测试。像刚才这个测试，我们是不是只能在这个命令行下去再做一下测试了？如果想自我测试，我们该怎么办呢？ 想自我测试一下，但是这个我本身写个代码叫 if 什么，它的 name 是吧等于 main， 还记得 ？OK， 我说了一个模块如果被载入时，在这里模块名 my mode 点 my mode 点 name， 看它的名称叫什么 my mode。 这个属性名叫做 my mode， 你发现了吗？这说明什么？如果一个模块是被导入的，那么这个模块自己的 name 属性中所保存的是自己的名称，看懂这个意思了吗 ？OK， 如果一个模块不是被导入，而是自我直接执行的，那么它的这个 name 属性中保存的是什么？是 main， 我说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如果把它这里专门写上。
如果你自我执行，那就说明他的这个自己的名声是不是就是闷了 ？OK。那如果说的确是闷的话，我们就允许他自己执行。所以就是到这个，那怎么执行呢？那很显然，那前面的各种语句是都可以执行的，像说 print in for 函数调用一下，是到这个。然后呢，生成一个实例 ，ins 一等于 my class， 给它传一个参数，假如说 Jerry。什么之类的，并且还能显示这些相关信息，比方 ins 一 print， 什么 ins 一点 data， 可以理解吧？然后 print， 什么 ins 一点 ，OK， name， 啊，还可以直接使用什么 print name 什么类的，对不对 ？OK， name， 那就到这儿了。啊，那由此看，自我执行。一下 ，cmt 就当这个文件，回车，啊，六十 hello my class Jerry， 能懂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导入时，它不会执行的，说这一点，要记得。我可以 reload 一下 ，reload 一下 my model， 然后导入时，他说我们重新导入这个模块，没错吧？从某路径下，但你发现刚才这几个语句的执行了吗？没有，因为这段代码我可能一点说。这个代码只有在它的 name 是 main 时才会执行，而我们导入时它的 name 不是 main， 而是自己的名称。OK， 所以这叫测试代码，专门在模块中。你要看这个代码就明白，这是模块自我测试时经常当做一个顶层存储文件直接执行时使用的。除此之外，一个模块就不应该包含任何除了类、变量以及类啊以及函数以外的其他代码，否则在导入时不会执行了。我说明白了。这就叫模块，昨天没什么麻烦的地方吧？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想想想，我们开发了一堆模块，开发了一堆模块，想让别人使用，这堆模块彼此间要有关联性，又不能单独被使用，那这是怎么办？我希望他们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能够被用户便捷的放到你当前系统上的那个 Python 的库的标准库录制下去。你想刚才我自己开发的这种，你把它往哪儿放呢？放到不是标准的这时候，还得自己去定义那个路径啊，这是比较头疼的。那如果说我们开发了一个模块放到互联网上去了，每个人下载下来以后，还得自己去找 Python 的标准库录径，才把这个文件复制放进去，多痛苦啊！那这个怎么办 ？OK。那我们叫这个什么 ？Python 包啊 ，Python 中的包。包是什么？这里就说明，是用于实现将一组模块归定到一个目录中，而这个目录就叫做包。其实它跟我们在 Puppet 中所讲到的 Puppet 的模块是一个概念。这个包反而和 Puppet 的模块是一个概念，但是 Puppet 的模块有什么特殊格式啊？有什么特殊格式？还有印象吗？首先，模块名称就是包，就是那个目录的名称，对不对？在 Puppet 中，在那个目录中放了一个什么 ？init 点 pt 文件，这个 pt 文件中必须要包含什么？跟模块名同名的类，这个类可以用成代码，但这个类一定得有，是不是？给包含这么一类。是作为整个模块的载入入口的，或者叫身份识别的，能理解吗 ？OK， 那事实上，这里 Python 的包和 Puppet 的模块反而是一个概念，看到没？它就是将一组，再说 Puppet 实际上是规定的是一组类，它一组每一个文件都可能包含一个类，把这些类放在一个目录中，但是其中有一个文件 ，int 点 pt 里边要包含了什么？整个模块名称同名的类。这个类可以实现让我们去生成其他的子类，说白就是让三类去继承成为子类。OK， 那看到这儿也是 OK。包是一个有层次的文件目录结构，它定义了一个有模块和子包组成的 Python 应用程序环境。基于包，
它是执行模块导入时指定导入的模块路径就可以了，那就是目录名，目录名，模块名。而这个目录名就是什么？最外层的包名、子包名和模块文件名，当然不是文件名，而是模块名，对吧？对吧？文件名是一点 TY 级别的，不是吗？那以此 ，Python 包可以非常便捷的将我们能够把一类具有特定关联性的模块放在一起来生成一个功能更强大的、能够自我组织的目录结构，这就叫做包。看路径，刚刚我们讲它的路径是不是很接近 ？OK， 要使用类似如图的包名叫 package 一，假如我们包名，这叫 package， 叫 pypkg mode 上的这个 package 一，那么则 pypkg mode 的容器就这个目录。就这个目录必须要在模块搜索路径中才行，也就是说你的包名本身所在的目录，这个包名所在的目录必须是模块搜索路径的某个目录，这样可以理解了。进入模块必须在上面路径了吗？是不是刚刚提过的？再重复一遍，你的模块应该放在你的 sys path 的某个路径当中，对不对？那么很显然你的包是也在放在这个路径中吗？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这个 pypkg mode要应该是你的某一个模块搜索路径，要属于某个搜索路径。那么我们导入模块的时候，就 import 前提后 pkg 一，注意这个名很显然是个搜索路径名，是不是不用写啊 ？OK， 那因此我们只需要导入 pkg 一点 mode 一就行了。这样做能看到吗 ？OK， 那说白了就是。像我们刚才在做演示时，我们定了一个目录，把它放在搜索路径中了，就是 TMP Python 二期 Lab 这个目录，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目录下 ，TMP Python 二期 Lab 目录下，各位，你可以创建一个子目录，创建一个子目录。OK， 这个子目录假说就叫 PKG 一，那么此时 PKG 一就很显然就在我们的搜索路径下，对吧？那么 PKG 一本身就是个包名的，这样能理解吗？那因此呢 ，C 到 PKG 一里边来，只要把这个目录做成符合我们要求的特定结构，它就是包。那什么特定结构呢？跟我们此前讲的那个 Python 很接近，你发现了吗？首先第一个必须得用什么 ？init 点 py 这个文件，其次是各模块文件，那这样子它就可以成为包了。一模一样。那 init 点 py 有什么用呢？包导入语句的路径内的每个目录，包导入语句内的路径内的每个目录都必须有 init 点 py 文件。init 点 py 文件可以包含看 Python 代码，但通常为从仅用于扮演包初始化的挂钩，替目录产生模块名称空间。以及使用目录导入时实现 from 的星号行为的角色，这跟我们此前 Python 的 init 点 pp 文件里边只用有一个跟当前模块同名的类，是不是很近似啊？你无需包含太多有用代码，但这个文件得存在，它因为扮演有特殊的角色，所以这个也是。那因此，我们只需要在创建的空的 init 点 py。一切就可以使用了。比如说，表现我仍然看自己的这个实例，在 PKG 一我们创建的 init 点 py 里面没有任何内容，那我们保存配置就可以了。OK， 文件有完了 ，cut 一下就行。二号，我说我自己不用再写一个模块了，我直接 copy 这个 my mode 点 py 到 PKG 一里边来，这里边是不是一个模块了？那我们到去编一下，再略加修改，比方说它改个名。刚刚我直接不改名了。那么我们目录 my mode 点 py 叫做other 是吧 ？y a n mode 叫 yes another mode 是这个，你懂的。点 py， 然后编辑过这个文件，比如说名称，我们这里给它改个名，假设叫333得了，别的什么都没有。好的，这现在它其实就是个包了，明白吗？那我们要想导入这个包内的模块怎么办呢 ？import 指定的包名叫什么 ？p
PKGE 冒号 点 叫 YAN model 行了吗？当然没有别名，那用它就比较透彻了。PKGE 点 YAN model 点 my class x， 虽然说，所以我调用时就使用你的包名、模块名加属性来使用，这个用的人很痛苦啊。所以必要时可以给它取一个别名呢 ，as 一下取一别名，或者是如果我仅用了其中某一属性，它可以执行 from in part， 说了对吗？啊，这个应该容易理解，这就是 Python 包。应该容易理解吧？那再看模块的底层执行被导入，这个其实我刚才讲过了，每个模块都有个 name 属性，它里边值是什么什么什么，已经出过多少遍了，所以通常用来做自我测试的，这就可以解释了。那再看我如何去发动 Python 模块和程序。假设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模块，开发一个程序，想让别人使用，让别人使用，如果不是标准的模块，而你自己开发的觉得有很有通用性，比如说像我们想让 Python 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那 Python 标准库中并没有 MySQL 模块，所以要连接 MySQL 的话，要你自己从头写程序去连接 MySQL， 这对我们就太痛苦了。那于是就有人开发了一个模块，这个模块有别人研发的但不属于标准模块，而有能够广为程序员所接受的，我们通常把它称叫做第三方模块，能理解吗？而很显然你做的第三方模块就是应该让别人能够下载，能够在你的本地上直接去再装载，对不对？去装载去使用，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叫做发布 Python 模块或者程序的过程。好，而 Python 模块扩展和应用程序可以按以下几种形式进行打包和发布。第一，我们发布成压缩文件，使用 this util 的这个块，这个模块，注意 this util 的模块可以实现。好，它可以打包成 Windows 的 zip 文件或者 Unix 平台的 hard disk， 这些都是源码。OK， 这些都是源码，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好的，第二个叫自动解包或自动安装的可执行文件，像 Windows 上点 exe 也是可以的，这就编译并制作成点 exe 到 Windows 上去双击就能装了，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那么也可以打包成第三种格式的，对呀、啊，这些打包格式任意一种都行。第三种叫自包含的，不要求安装的预备可执行程序。Windows 上也是 ，Unix 上带有一个小的脚本前面的 zip 压缩，或者 Mac 上的点 APP 文件等等，也都是这样的自包含，直接可以运行并生成安装的也成。跟平台相关的安装程序，像 Windows 上的 MSI、Linux 上的 RPM。SRC RPM DB 等文件也可以直接使用 Python 打包成这种格式。那么还有这种格式叫 Python Exe， 这是较流行的第三方扩展使用格式。Python Exe， Python 大，没错，用 Python 本来不就表示吗？啊，太浪是吗？啊，这个。网上到了，你懂的。好，叫 Python Exe， 所以在 Python 当中 ，Python 是所谓的这个文化中，就是 spam 啊、Exe 啊，长这样特定的称呼，就是道理。那就是我们 Python 如发布时常用的格式，那我们如何去发布？可以使用 this util 去发布模块 ，this util 它能够帮助完成模块或程序的发布。那发布指什么？其实就是指一个文件集合，这些文件联合在一起使用 this util 构建成一个能够自我包含的，比方是一个压缩包，是 exe 文件，是个 rpm 包等等，这样能理解吧？这就是一个模发布，创建好发布以后可以用于安装，你也用于安装，或者放在你的 FTP 服务器上，让别人去下载使用一程，再不然就是上传到 PyPI， 上传到 PyPI 上与他人共享。PyPI 就是 Python 的 index，Python 的模块包 index。OK， 没错，它有点类似于 Core 的 CPI， 大家记得吧 ？Core 的点层网 ，Core 的 CPI。那么这个 PyPI 就是 Python 的
特典型，你听懂这个理解？它的特征，公众发布的第三方模块的共享都在里边，你可以去搜索，你可以搜一下，发现没发现？